歌唱比赛看过你比赛，小时候长到现在已经国中三年级，对，很快哈。好，那梅琪今天为我们彰化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曲，那你这几年在彰化唱这么多的歌，你觉得我们彰化的晚会办得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也要让梅琪哈稍微休息一下，那他等一下会有第三首歌曲，叶弯弯要为我们来带现场哈。